弟子家庭多年离散，一直希望能破镜重圆，念了多次大悲咒，愿望啊仍不得实现。请问这是自己诚心不足，或是因果已经成熟无法改变？应该是功夫不到家。纵然是这个里面有一些因果，如果你真正诚心诚意，功夫到的时候，必有感应。你看《了凡四训》，特别是《于静意欲造神记》，你多看看，你就明白了，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做法。世尊在大乘教里告诉我们一个最高的原则，是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决定不能怀疑，求不到是我们业障重，自己功夫不够。功夫真够了，业障消除了，感应就现前。他后头还有个小题，是否求菩萨必须要心像菩萨一样的慈悲清净才能有感应？对的。你知道这个标准就好。